现有东铁线是往来罗湖、落马洲至红磡，而随着东铁线过海段通车，东铁线乘客可以一程过海，经会展站直达金钟站。到时由红磡去会展只需要大约5分钟，由红磡去金钟都只是大约7分钟。今次我们来看看新起的会展站，一出站就到湾仔北的商贸区，亦都邻近会展中心。会展站是离海港最近的港铁站，望出去就见到维港的景观。车站艺术品亦因而由维港不同时刻的相片组成，够晒特别。在地面落一层就到车站大堂，跟指示就可以去到相应月台。会展站有两层月台，上层月台是往金钟方向，下层是往罗湖或落马洲方向。另外，会展站两个主要出入口连接湾仔行人天桥网络，四通八达，乘客可以轻松到达区内各处。经 A 出口可以去到海港中心和公共运输交汇处，再上电梯就可以经天桥前往港湾道体育馆一带，经 B 出口就可以去到会展和英军中心等商厦，以后经会展站去会展就更快更方便啦。会展站还有很多智能设施，令乘客有更好的体验。为了适应新安排，在出发前可以使用 MTR Mobile 行程指南和 Next Train 预先计划好行程。